我配套。嗯，是。引力开启，储存。好诶。啊，谁跟我安安 ？Hello， 睡死了。还想说等那个乌咪的回我，结果不然睡着了啊，他也没有回我。嗯，早安。晚上总该会有人想打麻了吧？对吧？你正在打，哎呦！哎，没人了，好了，跳 game， 都不要玩，我们换另外一款游戏吧。等一下哦。好困的，哭啊，哭什么啦？啊，刚刚都三十几秒没人了，对吧？也不能一直哭啊，整天哭来哭去的，大男人的哭来哭去，成何体统？这游戏开好慢，干嘛？你怕下一场抢不到是不是？你怕下一场抢不到是不是？好丑！一二三，蹦起来！你女的，什么意思？芝芝，你女的，你是我认识的那个芝芝，没错吧？刚看没人进，结果开有什么正常啦？没事啦，今天想办法达到，大家都有达到，好不好？你去排积分，你乖，番茄你乖，安妮醒了我们再来打，我们达到安妮起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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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他不是有工作要忙吗？我不知道哎、欸，他好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你都比我清楚。小鸟安安，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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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实最懂安妮的不是我，好吗？拍谁呢？七。我等一下，拿个水来喝。一直鼻涕，一直倒吸，毛吸恩恩。第几？让正义的裁判を受けよ。那就是鼻涕一直倒吸，倒流啦，蛮不舒服的。嘟噜。砰。
死了。真的不要这样搞我欸。こんなの上がったら、お相手様に申し訳ないです。パン。これ、まずいの。龙，大熊，リーチ一発タイヤをドラ。对呀，安安，好的 ，YT 的毛细安安。弯腰，对对。弯腰，对对。チーズドラ、ハネマン、啊，没有任务就是开心，又是开心，嗯，看，これまずいの。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三。キャ、ドラが。六七。パン。リーチです。夏希安安，你怎么这次是打零三零啊？我可以去拿喝的了吧？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哎，站立站立站立，砰，リーチよ。つむ。落ち着くのだ。マジックでドラをすり替えるのはイカ様だ。絶対やっちゃダメだぞ。ヨコ安安、回来了、回来了。啊。嗯。斯诺安安，先闪了，朋友找我打斗阵，拜拜拜拜，中途安安。リーチ、ドラ、ドラ。嗯。鼻子好痛哦。
啊。嗯哼哼哼哼哼，嗯哼哪里好久不见，再不来看我的牌啊？好久不见，跑去看谁的牌了？男人，嗯，不是有时候觉得，究竟是？哎，这样讲又不太好，没事没事。打太多场，眼睛好花，休息呀、啊。又困啊。光打油安安。跟你讲，要不是你跟我讲，你要是改哪天把汪改掉的话，后面我还是不会念。嗯、改喵，我绝对记不起来，我赶快把你叫成乌咪跟你说。落ち着くのだ。マジックでドラをすり替えるのはイカ様だ。絶対やっちゃダメだぞ。宝宝安安。啊，来，来玩一下我的，超抑郁公主连结好了。我去看阿茄啦，拜拜。他有开台哦。拜拜。龙です。啵啵啵啵。尤其直接刚醒来，我 FB、Twitch、YT 都没看，直接开台。有开吗？没有啊。嗯。没看到啊。不然他说跑去看阿茄。臭！我仿佛听到他不是说东，他是说臭，臭。初で本一。満願。臭。我想说，刚刚看了一下，我确定闪闪跟鱼仔有开啊。后来想想，我们很久没玩潜水艇狼人杀了、欸，对不对？潜水艇鬼抓人啊，好像真的很久很久没玩了、欸，有多少？三个月有了吧？你随口说说的，哎、欸，不要这样乱讲话、欸，哎，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跟压力、欸，哎。你不要去造谣没有发生的东西好吗？你的手机和电脑里还在我手机电脑里，什么东西还在？摩地晚安。
你是晚上好还是晚安？你要说晚上好还是你要去睡了？立即。哦哦哦，潜水艇狼人杀在你电脑里。他应该没更新吧？就是一些等级技能应该都还没有出吧？看一下哦，社团内容。定期更新，2021年11月19号。嗯，2021年11月19号，是他没更新啊。11月19号啊，已经过一年了呢。你看他都没更新。可以用急救包了，不是急救包，无耻开救。好了啦，冠良，冠良好了啦。My， 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冠良好了啦。一年没跟了，对啊，所以冠良想干嘛？想搞我？冠良要哪一张？快点，聊天室打出来。反正最后一局了，我送你，快点，快点，快点！你要哪一张？自摸。これまずいの。你要哪一张？快点，快点！你还有17秒。我有没有？小鸟、北、中，哪一个？快，快，快，快！还是我自己猜。不是欸，完全没有欸。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我没有，对不起，我给不了你你想拥有的，因为我没有钱了，我没办法给你了。啊，感谢马同学，感谢醉醉，感谢冠良。干好罗声音。哎，自己离开哦，自己离开哦，自己离开哦！我尿尿，尿个尿，尿个尿。哎，你们等我哈，我尿尿。好了，回来了，回来了。走了，走了，走了。李渊安，什么？离思夜的李渊安。信有打过招呼了吗？啊，信安安。等一下，芝芝真的是女的吗？我总记得芝芝是男的啊！完蛋了，我知道朔月是男的啦。芝芝是不是很少开麦？芝芝啊，芝芝，芝芝为芝芝。你去烧海胆好了。芝芝女的哦，真假的？就只有不知道芝芝是女的吗？
不是，我是讲真的，我是现在很认真。要么是我太久没听到吱吱的声音了。作业才女的，作业男的，想骗我？现在马上到 DC， 滋滋，来，你到 DC， 我要听你声音。他说我在啊，好，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要资够，滋滋讲话。怎么？为什么？哦哦哦，有有有，想起来你是哪个滋滋了？没事没事没事。我为什么讲话？哎、欸。讲话、啊，我想说是男的了，我身份证是女的呢。我以为是另外一个滋滋啦，之前一个滋滋，他不在吐我。不是啊，你的 DC 叫滋滋啊，那个又叫滋滋克拉克拉滋滋的，你不能怪我哎、欸。一样的东西啊。哎、欸，然后嘞，然后嘞，不能体谅被诈骗的人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好严格哦，都被诈骗了，还要这样子对待我。六六安安，砰砰，白痴，我怎么不碰这一张啊？好小。ロンです。好久不见，安安，你好，你好，你是谁？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脑容量瞬间，我的记忆体突然少了一大块。后羿，然后什么忘记了？是说你红石烧了吗？今天是红石吗？我当然没烧吧，我睡到刚刚哎。刚睡醒哎、欸，我看一下哦、喔，今天是哪里？今天是在那个吧，云野吧。云野升华啦。一次，本一次，ドラ。在海胆，好不好？过去找你。今天需要揪团去烧，原始了啊！火鼠伊奈西呀，要揪团去烧啊！看你们啊，要不要现在来啊？哎、欸，这刚打过了吗？对不起，我只记得刚刚有滋滋跟火鼠。哦，没有，好。
那、欸、你在乱飞什么？嗯，不好意思，66，可以不要乱露点吗？上次提醒过你了，你遮好好吗？哪天被编台就要搭时光机了、欸。嗯，安安来说晚安的哦，开台辛苦了，樱花拜拜，樱花晚安，樱花晚安，樱花晚安休息吧。这样来说晚安的是来打声招呼的，继续去。我操你们的嘞，不要闹了，都修罗场了，不要再九种了。六六，下一个是不是就你了？六六。六六，如果下一个是你的话啊，这段要剪出来了。我直接我操你的，天哪，好凶哦！好啦，晚安，樱花，拜拜。我上次看人家精华是连续集吧，七次九种九牌吗？还是多少的？六六来吧，九种九牌，没有，可是他有梦想、欸，九种他。九种他九他Home. Home. 哇，我还想说，啊、不然我买个试案课好了啦。想说只是想要一杯口啊，不然来个试案课好了。有种会算连装吗？不会啊。哦，你看啊，上面没有写。Home. Come. 哎，你圣岛全跑完了吧，番茄？
一般九种会连装哦。哦，懂了懂了。不好意思，等一下给我跑哦。反正你很闲。嗯，悲伤的方式。どうしてこれを捨てたかって？どうしてかしらね。おい、作業。作業。最後までごめんなさい。お先よ。作業还好吗？作業、我好像不能太嚣张欸，是不是被唬了？作業。碰。啊，不该碰的呢。作业你要哪一张啊？你该不会是要三桶吧？作业，天牌です。啊，作业怎么会这样子啊？那九种九牌啊，作业。好啦，没事啦，我们下一局会更好，好不好？不要再被繁星这种人伤害了，不值得，不要为他掉眼泪。这就是为什么桑利要九中九牌了，哎，没有，后来才知道玩游戏搞心态也不错嘛，对不对？打日麻还能搞人心态。太好玩了吧！阿亮安安，太好玩了吧！这游戏没合到真的很绝望。对啊，你看总比你看被九种走啊！你看你现在粒子棒还亏了一千，可怜呐，作业，可怜呐。好啦，作业乖。等一下叫番茄去陪你，你们可以互相抱抱，互相传递获益，好了，啊就你们互抱抱而已，好不好？就抱抱而已，亲亲什么的先不要。很多人刚吃完饭，坏茄，对吧？你看，搞不好人家树叶想要，对吧？番茄，这就是一方想要，一方不想要，就会造成这种结果了。好了啦，番茄，一首歌叫《爱情转移》，哪相信你听过？白痴，我打错章，哪气我？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啊，陈奕迅的不是吗？爱情转移，谁的歌啊？那陈奕迅的啊，我没有版权啊，啊乱叫啊，副歌是什么去了？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胸膛。嗯，然后后面是很像繁星哦。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让上次犯错
有没有繁星？对啊，对啊，歌词是反省啊，那只是每次听到都是反省啊。繁星的梦想，我去吃个火。把一个人的胸膛穿，白胸膛。一个人的胸膛，就这首我没有很熟啦，就听过而已。碰，好碰。有欸有欸有欸，版权，所以我很怕，我播了一下就马上关掉了。啊，播了一下，撤，对吧？不要整天觉得我在说谎，真的有烦心啊。一个温暖的遇到另一个的胸膛。第一九种哈，麦，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当朔月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能拔北？不用理他啦，故意的。朔月故意的啦，他在装可爱，不要被他的外表骗了。朔月现在装可爱。对不对，朔夜？啊，串了，阿全，你消失了，阿全，身边的人都消失了。哇，真的爱情转移了。哎，我传你啊，你有两只，我传你。笑死！我穿到的这个人完全不会动哎、欸。你去找我，你两只号哎、欸，你两个账号哎、欸，大哥。我一个号而已，传你比较快哎、欸。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对游戏有点？还是因为你两只都啊，对你也都是串的齁。苹果啊，改天来练这首好了。七。白痴哦、喔，你不好烧了啦，你脚要背起来啦。七，抹茶安安，你好。正听，是正听的声音，是正听的声音。哇，今天红石这么密哦、喔。要红石喽，看一下，你把我丢在安全地方就好了啊。啊，那就是这里了。嗯。哇，在这边螃蟹也看得到我，好凶好凶！正听字摸很简单，谁正听？作业正听？七、哦，你说我？啊，确实。正听的意思就是你听牌的，好吗？你准备要自摸了，只是你的牌需要再多一点。
需要自备白蜡，好可怕。觉得今天真的好密哦，好恐怖哦。哎呦，雪莉跟 BP 来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妖妖也来了，没有啊，你们可以啊，如果还没烧的赶快传我啊。我只是个基地台。没，刚刚烧完，那就哦好 ，Sugar， 好了，这边已经是4、5、6、7、7个、8个、7个、8个不知道，啊，这边已经被我们兔窝5、6、7、7个，有个外人，有个路人，这边是我们的兔窝集团。兔窝集团占领了。好的，你们的总裁要降临了。啊，白痴！哎，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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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总裁被红石卡到，白痴。我刚卡 bug， 我夹在红石上面，连续被撞了三下，瞬间掉三下。快点，你们总裁快死了！你们快吃，快吃，快吃！吼一下，拜托，求你们了。阿茄你怎么倒了阿茄好痛我光遇也很痛啊哈刚差点死了啊别抱歉了抱我我发现这红石，你说这一次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往下跑再往上跑、啊？边打牌边玩光宇？没有啊，光宇是其他人在跑啊。我刚刚寄生在身上，结果有人把我甩下来，好狠。慕容悠悠安安，欸，不好意思，上面的蜡没吃到，欸，大哥，最上面的那个蜡还没吃到，你就想往下跑了，你有点不好哦。想说日麻怎么会痛？会啊，会被击飞啊。大哥，上面的红蜡还没吃，你就往下跑了。以为我没有在看吗？リーチ。
帮你变大，帮你把牌变大的魔法。好诶、欸！哇，那大花感觉没有炸啊。你们是不是在欺负人家？どうしてこれを捨てたかって？ツモです。どうしてかしらね。ごめんなさい。お先を。好了，感谢感谢。总觉得这场打很久啊。スモ、ハク、ドラ。リーチ、スモ、ピーフ、ドラ、ドラ。マンガン。哇，花没炸哎、欸，还是算了。見てくれましたか？僕の大活躍を。感谢阿亮的36个月，谁确认一下？好，两次被九种，那也才2分钟的事情啊，那也才几分钟的事情。你是打到底的时候九种九牌哦？不是啊，在想什么？九种九牌才几秒钟的事情。幸福来咯。回吧，我上面的辣还没吃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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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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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回家吧。还说要跑完圣岛啊，上面的蜡烛也还没吃完。哇，你好扯哦，你好狠哦。好，继续挂网了，拜拜。不是啊，一开始是那个啊塔那边的没错啊，可是后面跑完之后，你连最上面的那个也没有烧到啊。还有位置可以蹭图吗？我没有要跑图了、欸，我要去挂锅子了。哇，我连南瓜都不能烧。嗯，这南瓜不给烧哎、欸，好笑。我烧完了，烧完了。嗯嗯。你刚刚不是打招呼过了吗？还是那是下午的事情？诸葛安安。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チーしちゃおっと。
ますよ。それポン。下午的事，那你刚刚有在听台啊？刚刚你跑光遇跑到我这边来啊？それ、カンですわ。ロンです。叉叉安安 ，Joko 正在进行竞技对战。哇 ，Joko 会打竞技哦 ，Joko 会跑积分的，好狠哦！然后他不在聊天室。有人死了吗？哎、欸！あら、まさか一位を取れてしまうなんて。啊，麻薯，拜拜。你走那么长，我不知道。啊，感谢一梦如故当初，感谢麻薯，感谢菜鸟，谢谢谢谢谢谢。你现在真是插入广告的好时机。好的，我插。最最，你在复制什么啊？佩佩，你怎么指点不能？哦，你有在听哦。哎，最最，不要一直复制别人聊天什么的，你后台其实是被锁起来的哦。我刚刚去找一下雪莉，就顺便帮忙一下了哦。你有在听？好，三个人都和他，哇！对，这只龙会把人家撞下来。刚看到 BP 才知道直播啊，现在是怎样？没看到 BP 就不知道我开台是不是？是 BP 开台还是我开台？哎、欸，会把人家撞下哎、欸！我要重新进。现在观众场是啊，这不是有人消失了？谁？怎么消失？喂，谁消失了？你们说谁消失了？还是你说连太久？那是因为有人陷入在国外啊，就这个啊，这个萌新每次跟他打都会特别久。
没事啦，人家在国外。刚在处理学校和跑光宇的事。哦，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会这样问的一定是没抢过房啊，肯定的肯定的，不是会这样问的肯定是没有跟你同房过。光玉都睡前才跑，然后就睡不着了，为什么要睡前跑啊？光玉这个游戏就是要需要换日的时候才跑啊，对不对？下午三点的时候跑，心脏最大颗的时候跑啊。懒得开了，那就懒得开吧。那不能说什么了。哎呦喂啊！现在四点哦，对啊，现在四点。我说，比如像下午三点跑。本号210跟红赖，不知道能不能在两次现金内换到。换到什么？哦，你说面具哦？欸，不好意思，这只龙也会撞人欸，好烦哦。雨妈面具210，你想一下，如果一次是15根的话，对不对？你这样可以吧？你刚断线发生什么事情？你玩了三年没有一张图毕业的，我玩了三个月全图毕业。没有啊，主要是爱心都是别人提供的啦，太宠我了，爱心全部都扔给我。所以我就问那个热血运动员到底什么时候要复课啊？他已经超过一整年了欸，还有那个黑金什么的，以前复刻现在没复刻过的，为什么轮到水仙芝？到底为什么是水仙芝先复刻？ドライオン、マンガン。黑金快两年没复刻了，对啊，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黑泽的那个粉砖，那时候看一下黑金复刻时间，哇，他有复刻过哎，然后就没然后了。嗯，没为什么，哎，爱泽世界，如果有如果。
如果还是一个我，リーチ，砰，好狠啊！嗯，白痴，我以为这个是信啊，完了，现在移情别恋了，是不是？砰，新的老公有新的衣服。所以移情别恋合情合理啊，确实确实。看看我多久没用灰夜姬打牌了。听到灰夜姬弄，都以为是我自己在。我遇过一次黑金，那时候还只是个萌新。我那时候热血运动员也是啊，那时候还是萌新，不知道副科跟永久意思下。就让他错过了。刚玩的第一天就遇到副科先祖，听都没听过。他哪天要有光遇挂台掉宝奖励的啊？可恶，有没有挂三小时可以获得五颗爱心之类的那种东西？没有，应该说挂三小时可以获得十根蜡烛。八小时获得五个爱心，哇！光遇开爆。不过光遇也不知道开八小时能怎么开啦。弄。直接挂机。没有啊。哦，怎么这个龙都会撞人啦？烦死了！挂了，挂了，挂了！我开游戏。爱心不值钱。可是小陈不喜欢别人挂，不是啦，说挂台啦，不是只挂台奖励啊，看台啊，像斗阵看台奖励就是掉 skin 啊，好吗？不然掉发型好不好？可获得免费发型，这样够吸引人了吧？小陈，有没有听到？来个挂台奖励，紫色的披风上面有图奇的点点啊，完美完美，多棒啊！可以吧？推广光遇这款游戏多好啊！雨林水管那位哦，你是说那个吗？常常不小心拿着蜡烛烧到的那一位吗？Sing you my song， 没有你的以后，没有如果。我那时候以为，如果可以是这首歌，有完全误会了。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的证据。W 打太多了，你自己小心哦。这个我救不了你哦。ランです。トンドラに。哇啊哇！哎，感谢信，感谢鲤鱼，感谢棉被猫，谢谢谢谢。下面一位，下面三位，熊熊可爱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这是新的吧？记得没跟他打过啊，这个也没打过啊。确好欸，我只是想听牌。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两个姿势很像？有没有手一个手是这样弯的，一个手是这样伸出来的？
有没有？我那时候其实看到这两个图的时候，想说，怎么觉得构图有点像啊？我是那个 fuck you， 哎 fuck you 你好，我是老人，我老人家，没事啦。那个念乙哦，这个吗？可爱乙哦。上次跟你打快一年了，你是谁？不不，你的游戏名字叫什么？有欸，有什么？对不对，构图很像哦。本来雀好二，本来好二，前阵子掉好一，乖。熊熊可爱。啊，就是你哦。欸，好久没跟你，真的我没印象了欸。也不是说好久没跟你打了，我是跟完全没印象了呢。那位水管先祖上次回来是20年10月1号。欸啊，我怎么记得好像我换过他的东西啊？没有欸，没有欸，因为他是那个嘛，歌舞伎的姿势还是什么的嘛。哦，没办法，两个礼拜一次复刻，要轮到全部都轮到真的好难。反正有玩有等有机会，至少当时的承诺，退坑前一定要换到兔子面具。如今明年就兔年了，来继续玩，继续玩，看看是什么兔子面具。哎，我想要他卖兔子的发型啦，小陈卖一下。雨滴滴答答的坠落。还有什么说不出口？泪不停不停的滑落。哎呦呀！对吧？我们就期待，我们就期待一下，我们光遇十二月那个是啥？那个动画出来之后。我们这些老光子，老光子，能不能成为学长姐们啊？十一二月的测试服会出来了，期待一下。哇，那会是什么？老石头，对，老石头们，全副科收集只要两年多。可是没有啊，你看现在开始全一些都已经重新复刻了啊。你看水仙芝跟上次那个谁，那个谁苏虫，苏虫复刻的时间其实蛮近的欸。然后再加上等一下，哇靠，男东东，哦你立着。你看那个谁苏虫。书虫复刻的时间就很近啊，不过那时候也还好啦，因为呆鱼等书虫的发型等好久，我手里还有两张北。龙です。对不对？我竟然做梦梦到我在玩魔力宝贝，但是不是那个啦，永恒初心。好像跑去跟我姐玩私服吧，然后就是遇到的怪，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程序不知道做到什么能力，他就是比如说今天一个100等的嘛，想带一个等级一的，可是100等的打对面等级一的怪都打不动，原因是因为。你等级一的看对面的怪是等级一，那100等的话看对面是等级100，是这样子的功能。所以那时候就是随便组队，然后随便练这样子。但是当然这个机制就是等级越高越吃香啊，不然你看等级一能清的技能能有什么？等级越高清的技能越多啊。所以就是这个机制，想说哇，好棒哦！リーチ一発ピンフドラドラ。
リーチ。看不懂吗？这样只能用听的，听我声音就好啦，对不对？听我声音就够了、啊。还有，来个对对胡好了。嗯。你看嘴巴都是盐酥鸡的味道，睡前突然吃了一口，现在打嗝出来都是那个的香味，不会臭啦，是蛮香的啦。看不懂吗？这样没关系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麻将真的可以学一下啦。你看，其实七对好了啊，我也想。其实你看一下，很多卡十个实况组里面，真的至少有七个八个都会打麻将。那哪天他们开了观众场，对不对？啊，你会打，你就有一个优势在；不会打，就真的就只能默默一直看着别人打。我讲过啊，我会打日麻就是因为这群白痴，整天在 DC 里面在玩日麻，我想说。啊，跟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参与感呢。好啦，打一下好了。你换个有你的角落，他怎么都是怪怪的牌？这张，你好久没吃油炸的东西了。哦，完蛋了，要送牌了。应该还好吧，最右边的牌应该不是你要的吧。哦，看来不是。是我要的，他是我要的。啊，要求。啊，要求叉赛。我也一样。你也一样的吗？我还在 DC 的时候，真的看不懂麻将频道。对啊，嗯，你是兔窝 DC 吗？你是兔窝仔吗？你是谁？所以那时候看到他们打麻将啊，就一大堆常贴。最后溢满的牌啊，最后贴一些有的没的牌，然后完全都看不懂啊。看看我当时好像玩的第二天、第三天，我明明可以自一色，我看不懂，我硬要把牌拆成国士无双。然后那时候回去看我的牌的时候，觉得哇，大哥，你怎么不做自一色？做什么国士无双？自己色不香吗？这样子。天牌です。那位宝可梦醒了哎、欸，他在干嘛？哇，好扯哦！起床都不跟我说，好耶。为什么要打就不知道啊？啊，怎么换出去回来还那么像？
你都没开通知的，不是，不是，不是。如果开通知的话，我左下角会一直跳东西出来，啊，我的眼睛就会瞥过去啊。那时候忘记，那时候打魔物猎人就是啊，就那时候好像也不是魔物猎人，忘记玩什么。那时候我在开台，然后你们在聊私下的东西，然后通知一直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我才关掉的啊。他醒了，这时间下午两点，该吃早餐咯，该吃午餐咯。哎，好了啦，那我的牌咧，我还被碰走，又不能留局啊，留个头啦，被碰走了，不能留啊。まい、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リーチです。等一下，我在干嘛？我在干嘛？今天听的都好吵哦。谁啊？你是啦。你干嘛比中指？爸爸、啊。リーチ、ニャンプ、インセイコ。我开下雀魂马上到，你要去哪里？你要到哪？讲的我好像要飞了一样。抢房行列，感觉顶多到11:30就没人了吧？应该都打过了，最近人比较少。你今天还没打斗阵？
嘟嘟嘟嘟嘟嘟。哎リーチです。ジーニャ。カンニャ。マイ、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ロン。啊，没什么嘛，还活着，还活着，还有呼吸。把两床打到手酸，你玩哪只啊？電牌です。你玩哪只？タンヤオ、ドラヨン、ドラ、ハネマン。嘆かなくてもよい。何時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好啦，感谢番茄，感谢。叉叉，另外一个忘记是谁。你又是谁？完蛋了。都没看过的 ID 啊，你又是谁？好辛苦，你是谁？这两个是谁？聊天室讲一下啊。葡萄是你好，那请问这一位嘞？这位不打字的话，我就不开始。就他等下跟我讲说，我不能同时看台跟同时玩游戏啦。莫疑哦，莫疑怎么会辛苦？怎么会手酸？一直压着是不是？不过有个小可爱说玩莫疑玩到快睡着，他已经玩莫疑玩到成精了，你知道吗？现在在他面前提莫疑我都不敢提了，他已经比我
他已经比我专精莫疑了，我不能教他玩莫疑了。啊，好想看一下他的生涯总览哦，但他锁起来了。哎、欸，你打开你的生涯总览让我看好不好？你知道他丢出去的不是伤害球，是宝可梦球。他有紫色的有没有？哎、欸，那个就是大师球。黄色的是什么 ？GS 球。他治疗跟伤害都破完，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用教他玩游戏了啊。因为有办法伤害治疗都破万，那死亡数其实如果压低的话，那他玩这只其实就知道他、欸、应该说他已经知道怎么玩这只角色了，就顶多只是站位还是什么的，看他啦，应该说看这只角色。之前是看到一些疯子莫一当输出在玩啊，那时候跟小雨他们排了一场，他们全程保莫一耶。慈悲欸不是慈悲那个什么安娜放莫一大，然后那个谁扎利亚放莫一顿，然后剩下就是害影帮莫一害别人，然后狙击远距离狙，原来是那位哦。对啊，看太久没玩了，差点问繁星牌要怎么胡，什么意思？这牌要怎么胡？怎么胡？一翻啊？怎么胡？一翻而已，怎么胡？赶快跑！刚飞过一次，又被打到零，快跑快跑！花生安安，ロンです。主播，我刚玩日麻，想问是不是要记断幺九？就能恶心人了，不用啊，你只要记好九种九牌就可以恶心人了、啊，对啊，就是如果你只有铜牌的话，你点数很少，你干脆就是连坦克输出位的那个牌都打出来，你看你这样就有多少了？三六十八三五四一九六五点，等宗师了再公开，完蛋了，那有点久哎、欸。阿尼，快跟我说生日快乐！你不只要七段幺九，你可以顺便连那个三元牌跟那个长风自风牌都记一记就好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没梦想的人啊，就只要记长风自风跟三元牌就好了。可是觉得玩这样子就是太没梦想了。可是你今天打输出被嘴，你是被队友嘴吗？那你就把那些聊天全部关掉啊。像我是把那个啦全屏关掉嘛，因为对面就是会全部打什么 EZ 什么之类的，看得很不爽。那你就把那个啊队伍频道都关掉啊。リーチ、ドラ、ドラ。可以关，可以关吧。他没道理不让人沟通的吧？沟不沟通应该也是看人而已吧。因为我不想跟队友沟通啊，对不对？我想要凯瑞这个世界，我想要一打十，平 A W 外圈刮，对不对？孤藤老树昏鸦，平 A W 外圈刮，应该可以吧？可以吧？嘟嘟嘟嘟嘟嘟，小雨正在进行快速对战。哎，各位，我肚子有点痛。痛痛痛痛痛，悲痛恨痛，失去你。有人听过这首吗？哦，昨天买到那个了，和尚的那个胡桃钳造型，开心开心。啊，要想到氪金，我心又揪了一下了。
我又难过了。那超可爱。哎，不是不是不是可爱的问题，是我又突然想到说啊，我的钱又没了。现在觉得任何一笔钱都好贵哦。先睡了，幺幺晚安。明天参观学校没法光遇，没关系啊。你乖了，我想氪什么？不是啊，我只要想要想到氪金，就会觉得说啊，自己好没钱哦、喔。チーなのです。番茄大大帮我氪。哎，请问聊天室还有谁想打还没打过的？是想打没打过的哦，打过的就不要打了。啊，姨妈来了，可能会很凶，自己小心一点。一只小熊熊，你也太久了吧？你一开始就在了哎、欸，你怎么还没打过？你怎么可以还没打过？你还在打竞技对战哦？你要不要跟番茄牌啊？你要不要让番茄当任你的捕师啊？他说他对于捕师已经很有信心了。他说他对于他玩池杯很有信心，要不要？你们两个可以互相捕。不用管前面的输出了，想不到，好啦，哎，如果只剩你的话，那怎么办？你想玩？不是，我是说想玩但没有抢到，你就直接打我就好了啊！想玩但是不想抢，那就算了。完了，这张要早点打出去了，越收越危险。你有名为钱包的番茄，氪金啥的交给他处理。哎、欸，你们这样其实讲很没有礼貌、欸。今天他也没欠我什么，他每次都是含着眼泪在帮我氪金，但是我也有时候都跟他讲说不用不用不用，不是有时候啦，绝大多数我都是说不用啦。番茄救我，番茄救人哦、喔！玩好你的慈悲，去救救人。因为番茄现在卡 bug 啊，他永远离不开铜牌地狱。谁在面前提到铜五，他就生气。谁还敢提同舞？有道理。完了完了，哎、欸，完了完了完了 ，BBQ 了。砰！啾啾！天牌です。哇哦！哇哦！杀人哦！还好世界又平安度过了一天。感谢利恩没打出九桶，谢谢利恩，这世界美好了。最近好少看到小鱼哦，他最近还好吗？九口，小鱼最近还好吗？小鱼知道我的事情了吗？我有个提议，让飞的人再打一次，这样子大家就想飞了，会乱打还不行。之前有试过啊，就是飞的人离开，那大家就是打得很保守，然后就是因为番数那个钱很少，所以很容易飞。就造成有一个人跟那个寄生虫一样赖在场上，死都没有走。
他待太久了，他太享受这款游戏了。他玩的哎、欸，好像就是冠良吧，对不对？冠良，你那时候连在场上多少？六场吗？那今晚是平安夜，没错，没错，没错。雨滴滴答答的坠落，我觉得打三桶比较好。啊，哎、欸，对耶，九口还不知道我现在头发多长哦。等一下打过的，来，剩下再抢什么东西？没打过的进来，剩下再抢。没有，先看一下还有谁啊？因为我相信一定还有人是不讲话的啊。不讲话，在那边默默打牌，默默抢房间。白痴！啊！我要按跳过啦！リーチ。这个锅谁背？刚刚回答小熊熊，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哎，小熊熊啊，你人怎么这么狠呐、啊？お茶会の招待券が。你人好狠呐、啊，小熊熊。我连碰碰壶都不行，我连个碰碰壶都不行了，就吃了一个七八九，哎，啊！你要相信我还是爱你的，你要相信我现在是难过的。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怎么那么难过啊？我等下就杠了八万，再杠了三桶，我们再留局一次。我以为你是说在群组重新啊，好烦哦。没想到这事真的会发生，我想说三桶早点打出去好了。我打什么？我打什么？我打什么？好，我听一万。我打什么听什么、欸？天啊，好爽哦！干嘛？你要送我二万对不对？天敗です。想说你要送我二万，让我海底河底。好了，今晚繁星被刀了。队友跳 game， 我真的直接再见哎、欸！你看看他连不连的回来啊？最近伺服器有回来，你再看看，你再看看看看有没有连的回来。I want to sing to you。 你要不要等我啊？对啊，九口，你们要不要先去 DC 聊一下？看来他没有试着连哦，你是说没有进进出出的感觉哦？他不是被针对，被怎样就跳了？不过最近都连到台服啦。嗯。看。ドラグ。ドラグ。
有些事情一万年都不会改变。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都不会变。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不用练韩文了，对，不用打那个佛佛佛佛佛了，不用打那个倒过来的佛了。嗯。嗯。嗯。等一下，小熊熊，你有没有去跟兔窝的人打过啊？就他们DC四下约的，你有打过吗？有哦，这样好玩吗？常打吗？好喂，好啦，出去啦，去吧，不要回头了，去吧。干嘛？讲这么久，这游戏叫什么？雀魂麻将。没有很常打，我想说你是很爱打，然后兔窝常常都有在揪，他怎么不去打一打？ない。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ツモなのです。連敗です。好了，第四天又是平安夜，太好了，太好了。你都在奇怪的时间玩。リーチ、ツモ、ドラニ。那请问你觉得我开台都在奇怪的时间开台吗？嘟嘟嘟嘟，感谢 Yuku，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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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忘记你，你根本没讲你是谁。感谢 DN， 活了没发口人了。你看，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在聊天室打字嘛，有应该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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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CHEKIN 是哪一位？对吧？有吗？其中一个是你吗？哦，进来了哦，好好好。你看，刚刚聊天室就只有两个说没有打过，多了一个。你看，这之中除了小熊熊外，这两个其中一个有鬼，是狼人，我们要揪出他。哦，你是孤独哦，好，完蛋了，就是他了。这个贼可爱，他是狼，我们要想办法把他飘出去。我们要用我们的日麻实力把他飘出去。
观众人数52都没有出声了，没关系啊。你看今天好啦，就算怎么讲，有些人只是喜欢看台挂台啊。看一下，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要讲话啦，又没差。原来不是在桌子上的按钮哦。我怎么打出去？哎呀，算了。我那时候看到自动麻将桌上面的按钮，一个就比较好玩的，就是甩那个骰子，甩那骰子的按钮真的很好玩。完了，狼人要刀人了，狼人要票人了，狼人要刀人了。西风打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说可爱的 Joko 呢，看一下他在选单啊，他在选单啊，怎么了？他想丢刀了。哇，他一次砍了两个人，好恐怖，好恐怖！天哪，好险，好险！今晚我提早睡了啊，我今天把门关起来了。嘿，我刚去 WC。完了，场上的比分现在是好人方劣势，惨了惨了！我讲法讲的坏人一样，没有啦。你到底是谁？你是聊天室是谁？快说快说，你是谁？看打这个哈欠，这个哈欠是不是又深又远又长又臭？你没和上架就飞了吧？所以我才是骑士咯，我守护了他，我用他的性命守护了他。没有吧？我和他，他才扣分的啊。如果我今天对不对？我就是我和他，刚刚和他的三桶，如果没和的话，他应该还好吧？你今天是不是要早睡啊？明天早上五点要爬起来。谁？我？你是说设闹钟起来健身哦？那还好啦。爬不起来就算了啦。ふむふむ、つも。リーチ、ドラ、ドラ。ツイザ。好嗨哦。你五点半叫我起床，继续睡，我就会挂掉你的电话，然后继续睡。跟你讲，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对不对？意义是啥小？你没和小熊熊中间就会在上家，然后上家就可能把要搞不好他红中拿很久了、六
叫你起来做运动。我说安妮，起床来运动。嗯，这场打完应该要么是可以继续开，但是我要暂离一段时间，我来上厕所，然后顺便洗澡，所以要么就是先关台，然后晚点再开一次，要么就是挂着去上厕所。好臭哦，繁星，繁星你好臭哦。嗯。哦，まさか。哈？不会，我才是狼人吧？该不会狼人才是我吧？我是第二天的狼。这个没救了，打掉。小熊熊拜拜，不要诅咒他。哎，那是我的。原来你跟他讲拜拜的意思是指这个哦。两张在这。对对，三安可ドラ。満安。看来我还是太仁慈了呢。我刚刚如果早点走的话，他应该会死吧？应该啦。五六六。啊！嗯。我以为他真的会飞，我以为他会飞啊！就刚刚一直想说，又留到最后面嘛，慢慢看戏啊。慢慢看，慢慢看。我会慢慢等，慢慢等。
蹦。ドラグ。太感恩了，是不是？那你就在伤害人，天哪、啊！请搞清楚，是他在伤害你。他说没办法、啊，想早点走啊。所以莫离是谁啊？是个动漫人物吗？还是游戏角色？去搜寻看看。ロンです。莫离。哎、欸，我飞了人了，是不是？哦，排水啦！リーチ、タイヤをドラにドラ。抱歉。マンガン。好了。リサリサ、大勝利！哇，女巫投毒了。好啦，我先看一下，莫离是谁啊？我看莫离好像找不到任何动漫人物、欸。都是，欸，是有看到抖音上面的啦，还有直播主。女孩狼人是我，不是啊，欸，我女巫欸。好了，没人了，感谢大家。那明天早上光遇见啦，先这样，好不好？先做样子。请问少女打日吗？这个是小月吗？我怎么他的 ID 不是日麻少女打日麻还是什么的吗？神色贵宾，光遇见，对，我先去上厕所啦。啊，会不会开台？几率不高。好，就先这样啦，感谢大家。啊，好了，各位原地解散，各位拜拜。那明天光遇解说就再看玩啥吧。好啦，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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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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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